我是一路路，今天我要介绍长颈鹿。它住在草原，草原很热，草原有小树，很少杀人。超人就是长颈鹿的长，它是超动物，它吃草和叶子。它比长颈鹿有半尾巴长胡子，和有伤口。长颈鹿很。他吃很多，我喜欢长颈鹿，因为它很可爱。